又搬家了，小女初来深圳啊，有深圳的千妹，我们相认啊，偶遇一下。因为今年搬了五次家，所以我带的东西呢都是我经常常用的，所以我把我最爱的单品都带来了。这时候我发现我爱用的彩妆基本上都是国货。做美妆博主五年的千哥，从2016年开始测评国货，别的不敢说啊，国货之光遍地的啊，我算一份子。今年最后一波剁手，双十二清单，护肤呀、彩妆呀，都给大家安排上啊，有种草的抓紧加入购物车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走起。补水效果最好的医美项目呢是水光针，里面的主要成分呢就是玻尿酸，但是一次要好几千块，太贵了，是我不配，咱自己在家搞啊。最好的效果呢还是敷面膜，那我超级喜欢呢就是怡年的这一款分体面膜，起初的产品给我的感觉就是踏实靠谱。那怡年的这个分体面膜呢，它的膜布和液体是分开的，用之前呢你就把这个面膜布往这边挤一下，这样一架它就倒进去了，敷完以后呢也没有黏黏的感觉，不需要用清水洗掉。就是这个膜布啊，我觉得它有点太小了，其实我的脸太大了，它有一些照不完。但是面膜布呢上脸的话它还是比较薄的，补水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刚刚的。那底妆容易起皮卡粉的姐妹啊，第二天要化妆出门，前一天记得提前敷一下面膜哈。那这款呢作为你急救的面膜敷完全没有问题啊，胸都用得行，双十二抓紧囤起来。我真的要给大家安利这款眼霜，是因为我用下来我觉得是真的有点效果。你们不都说我是眼影狂魔吗？每天画眼妆其实对眼部的伤害还挺大的，眼部的拉扯呢就很容易形成小细纹，就之前我上妆不是这样，现在我开始化妆，妆前呢我都增加了涂眼妆这一步，再也不卡纹卡粉了啊，眼纹终结者。说的呢就是优时颜的啊微笑眼霜，把它打开呢它是这种质地，这种质地看起来就特别像炼奶，但是不是黄黄的蜡黄色的。千哥我是个油眼皮也是个敏感眼，如果我用下来但凡有辣眼睛、熏眼睛、糊眼睛，我会立马停用。那千哥我用下来我觉得没有啊，是这个价格区间内我用下来我觉得最温和最舒服的。千哥我用下来啊，补水保湿滋润的效果我是有的，然后呢也没有长脂肪腻，也没有长麦粒肿。那有需要的姐妹呢可以入手这一款，我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呢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国货，叫做碧生之眼。那之前有安利过他家的祛痘凝胶，我觉得很好用。那他家最近有出专门针对油皮的卸妆膏，卸妆膏类的产品对于我来说，即使我的手是干手干脸，全脸按摩彩妆，彩妆已经和卸妆膏卸妆油融在一起了，但是一加水以后它就奇妙的事情它发生了，它乳化得很彻底，但是它就是冲不干净。那这一款呢是真的让我感觉我的毛孔里面的油脂真的有被冲干净，有被洗干净。那这款它的膏体呢是这种大绿色的，看起来特别像冰淇淋的质地，就见到我日常化的这种全妆的彩妆它全部可溶。我觉得最方便的是它配有这种磁铁的小刮痧，像千哥我这种丢三落四的人，用完就放一边，放开纸上就不在了。哎，它一吸，我下次还能找到它。这款卸妆膏它用的是专利的绿茶发酵油啊，里面是没有矿物油和矿脂的，是千哥我可以真的放下心啊，用清水冲洗干净以后，不用洗面奶，我也不会担心它长痘痘、闷闭口。那如果是爱长痘痘、爱闷闭口的姐妹，可以和千哥我一样告一下。被时装暗沉困扰的姐妹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百元之内最牛的抗氧化粉底液 Only One， 来自于嘉妮玛的杀青素粉底液，来来来看一看啊，这是千哥我用过的平价粉底液里面最不暗沉的粉底。嘉妮玛的粉底液里面添加了杀青素和葡萄籽油，大家都知道啊 ，VC 是抗氧化的，那杀青素的抗氧化指数呢是 VC 的6000倍，那里面的这个葡萄籽油呢又有抗氧化和蛋白的作用，两种成分呢都是抗氧化的，反正这种搭配呢可以叫做啊王牌双抗氧的搭配，你们品啊，没有毛病。这个粉底液挤出来呢，它是这种偏奶油的质地，延展度很高，水水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很好推开，延展度很好。大家看啊，这只是拍到我的手上就有这样的效果。见到我呢，油皮痘痘肌，虽然状态不是很好啊，基本上全靠粉底液给我换真皮。如果脸上没有痘痘，只有红血丝还有粉刺，上在脸上基本上就是全覆盖的遮瑕，属于中等偏高的遮瑕度。当你买的这款粉底，现在冬天啊，先给我等到8点。出门到晚上12点回来，我用下来我觉得还是水水的润润的，也不拔干。那像嘴角呢也不容易出现卡粉啊、脱妆啊、氧化的情况，因为千哥我是油皮嘛，保湿密度这一块我觉得没啥毛病啊，可以的，刚刚的。那如果是干皮的姐妹呢，我就建议上妆之前呢用保湿一点的产品。今年千哥我买了很多大地色的眼影，因为今年比较流行这种燕麦色嘛，麦子色，然后买了一些颜色啊，说是大地，结果到手都不是啊，偏粉偏灰偏棕，气都气死。千哥给大家安利一盘啊，是真的燕麦色的眼影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眼睛上的这个眼妆就是用这一盘画的，就是这一盘猫咪盘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挑来挑去，我觉得大地色盘里面还是它比较值得大家收。那我今天的眼妆呢，我就是用这4个颜色画的，画出来是真的燕麦色啊。现在呢，给大家看一下我化妆的过程啊，
其实这个妆我觉得很好画啊，收藏岛收藏新人报废仙人也可以画。我们先用这个面包色 A 淡淡的铺一层底，然后再用这个深的卡其棕铺在双眼皮褶皱，扎一点点棕色啊，加强眼尾，然后呢混合两种亮片点涂在眼中就行了。那它的这个闪呢是细闪啊，上眼的效果还是蛮好的，很日常很清透。关注倩哥的姐妹的倩哥也知道啊，新手党居多，然后大家日常呢还是比较喜欢画大地色的眼影，对于亚光色的粉质要求会比较高一些。那这一排亚光的粉质我觉得是没毛病的啊，给大家试一下色啊，我把亚光的这几个颜色都给大家抹了。完美日记家还送了我他家的圣诞礼盒，好梦幻呀，然后里面呢还有这个麋鹿的项链，它好漂亮啊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那它这个礼盒里面呢有最新版的这种银色版本的粉饼，那它的色调做了改变，然后还有这种新版的小细跟口红银装束果。那倩哥我一个人用不完这么多啊，需要有人和我分担，记得来参与一波。这一买的那个粉灰包纹盘，我的倩哥我终于拿到了，不容易呀、啊、不容易。倩哥我就是冲着这个眼影盘的包装收的， look look， 倩哥我啊还做了这个眼影盘的同款美甲。那这一盘的妆画出来呢，它是比较柔的粉灰玫瑰色，妆效比较淡比较寒，粉质呢和我之前买过的娇色的综合盘相比啊，粉质会好很多。那里面包括了这种中性调的鼻影打底色、腮红色，还有这种啊细闪色，是啫喱质地的，它不是那种冲闪色啊，冲闪色我知道大家画不好的，它是啫喱质地的细闪，偏光细闪。然后还有这种粉紫的高光，整体上妆的话是很好上妆的，不飞粉，是我喜欢的味道，爱了爱了。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口红，口红给大家看一下外包装，亚光玳瑁啊、哦，我的菜我的菜，就是冲着包装来的。倩哥我下单的时候呢还没有测评，然后呢我一口老血喷出，我买的色号我没有压中爆款色号，我太神奇了。然后我呢又入手了两支，加上之前的两支，我总共有五支。娇色的这个琥珀唇釉呢，它的质地呢是比较偏向于乳霜的质地，好推开易涂抹，然后涂上嘴呢柔柔的雾雾的，不显唇纹。我把它涂在我掌心纹路很多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对比一下，真的不显唇纹。那用起来呢我感觉啊是要比 into you 的唇泥呢更润一点，没有那么拔干。那倩哥我手上有五个色号，分别给大家试色。 V01 粉褐白桃，比较甜美的偏粉调的温柔豆沙色，适合白皮。V03九支琥珀，比较适合舞台的明艳苹果红，你只要站在那儿它就会散发着光的颜色。V03肉桂杏仁，这个颜色刻着我的名字啊，我之前居然没买它，我的老婆该返场的。V07只要你涂它就显白，秋冬万搭色。V08糖霜枣泥，握不住的沙啊，涂了它你就在那儿，它逃都逃不掉啊，赋你本你色。那倩哥我呢选了两支，看一眼就是我的菜的颜色。V05肉桂杏仁，色调我太可了，一分不多一分不少，橘调杏仁色。淡妆涂甜甜奶茶，日杂通勤。浓妆涂时尚超模，又甜又酷。那另外一支呢是 V07，收了五支，这五支里面我最爱的还是它，一眼就相中的，我的心头号。它是偏咖调的棕红色，涂了就是那种港风滤镜色啊，有一种氛围美，港风的那味儿有了，喜欢喜欢。这一次我出门，我特意带了这款睫毛夹，不为别的，就想去学前次，因为我一直把人家名字读错了。这个牌子叫做 Aver 爸爸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叫人家爸爸。我之前都把人家读作 Everlab， 有没有前面知道这个牌子到底读啥呀？它的全名我给它打在这儿啊，你们看一下咋读咋读。它的这个睫毛夹呢，总共有两款，一款叫一飞冲天，一款叫太阳花。那我带出来的这一款呢，叫太阳花啊。一飞冲天我觉得就是黑在地方的啊，不方便不方便。这一款呢，它的弧度很大，无论你是平眼睛还是像我这样的骨凸眼都可以，尤其是啊眼睛找不到眼头和眼尾的人更不下它，因为它这个睫毛夹的角度够大。前和尾都能夹到啊，如果实在夹不翘就多练练啊。我用它我夹不到眼皮啊，左手右手啊都能夹到，反正用起来我是挺舒服。马上双十二，我知道大家很喜欢薅羊毛啊，如果薅羊毛我觉得有一个牌子铁定是跑不脱的，那就是完美日记。那完美日记家什么单品最值得薅，最适合抽单？我觉得就是他家的睫毛打底，因为他睫毛打底很便宜，之前我看到小伙伴买，他们买的10块钱都不到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啊。反正如果要薅羊毛一定要薅完美日记的睫毛打底。那之前直播的时候有姐妹问我啊，睫毛打底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换句话说它就是摩丝，就是发胶，就是你刷了以后你的睫毛它就更方了啊，
怎么捏都捏不动呢，更帮了，定在那儿了。然后你是那种软塌睫毛，那你就抓紧啊，刷一下它，它就定住了。先要用它刷过的睫毛，明显都是扛得住的啊，给大家测一下，看啊，神技能在线，双十二抓紧加入购物车，不要像我一样后悔了。双十二啊，薅羊毛薅什么？我觉得目的你们一定要买。江哥，我不是准备给大家出一个日抛合集，还有年抛合集吗？然后我日抛是后面买的，太贵了，每一款基本上都在80多，然后不打折。我之前618我买过它，只要40多，翻了一倍的价。哎呦。那大家如果要买 Moody 只买一款的话，我最推荐的就是他家的伽罗中这一款，是即使它涨价了，然后我也要忍着我的钱腰痛去买的款。今年就是韩国很流行的烟灰色的美瞳，哎，它也是同款。那它的话呢会更偏冷调一点点，平常戴的话就很吸睛，还有女团范。然后它平常戴呢也很日常，但如果你想要你的美瞳有一些些不同，但是又不会太夸张，日常也可以出门的话，这款我狂推。出门的时候我有和我姐妹啊，我有给她戴，她超喜欢。喜欢的啊，买一盒。剪视频的时候，这个我发现忘记和大家说结尾了。那今年的双十二清单呢，就。